昨天高楼天气是愈来愈烧热，伫水南宫有一位业者特别用在地食材来制作好啉的番薯牛奶果汁，无加任何化学香料的番薯牛奶果汁，那是真健康，嘛互啉过人客拢真娱乐。业者陈清仁也表示，希望讲会当透过一项新的产品来推广水南在地番薯。热天已经到了，水南有一位业者使用在地的番薯推出一款新的饮料地瓜奶昔。这项地瓜奶昔也当含咖啡粉和其他水果来做配合，口味也拢是真赞。哎，我想到就是跟牛奶搭配，然后打看看，哎，真的是蛮好喝的。那、啊、就可以加一些水果啦，哈，或者是比如说芒果啦、哈密瓜啦，然后加上水灵的57号的黄金地瓜，然后加一些牛奶，这样打成的黄金地瓜奶昔，那就是蛮养生的一个饮品。喝下咖啡地瓜奶昔的人客表示是真喜欢，对这杯创新的饮料，内底有含汁天然的好滋味，佮咖啡的香味，而且也真健康。那第一次喝，非常特殊，好，它层次非常的多，好，那喝起来这样绵绵的、甜甜的，那层次一直上来。然后最后它还有一点点咖啡的香味，好，那感觉起来就是非常不一样。然后配合这边的田野的风光，哇，整个人感觉就非常的清爽。咖啡是咖啡的咖啡粉哦，是哦，所以它非常特别，里面还有那个咖啡粉的颗粒，这个非常的特别，非常推荐，应该大家进来都应该配一下啊，喝一下这一杯。除了有地瓜奶昔的推出，业者也卖鸡脆搭的酸梅仔汤。酸甜酸甜的好滋味，是头家用这些药材家己煮的，饮起来我们来健康，而且是非常爽脆。洛神酸梅汤，这是我们自己煮的，好，那就是用中药，洛神花啊，然后鲜楂，然后甘草，还有加香草，然后红话梅跟乌梅这样，那现在自己煮的，啊，这喝起来就蛮消暑、蛮解腻的啊。水南在地的业者陈清仁，伊所推出的产品也拢是使用水南在地的作物。伊表示，希望会当透过伊的产品，帮水南的产业来做行销。记者江怡采访报道。